铲子没洗，所以我就用那个夹子咯。有蘑菇的时候先下蘑菇。加多少？啊，到一个程度，只有我一个人要吃而已，所以呢，啊，我在赶时间，所以呢，你知道，我就是随便乱丢，平常我会装着一篮一篮的。好了，开始炒，好，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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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让它出水。然后呢，加点盐吧。一点点黑胡椒。像我现在很爱吃辣，我就加一点点辣椒，全部都出来了。这是我新买的辣椒，好像很辣，所以我先加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够辣，够辣，够辣。我觉得炒久一点比较好吃，就是让它味道融在一起。因为我真的赶到饱，好了，现在给你们看最后的成品，然后我要出门了，拜拜。这样我随便用的，但是这一定超好吃。咪，拜拜。